泉州早起七点，启动之声，欢迎你继续收听。你正在收听的是泉州广播电视台启动之声闽南语广播。FM105.9启动之声，蓝色声音上好听，蓝色声音上好听。FM105.9启动之声。穷欢喜，中央讲古也趣味，一日一集来传递。用我开讲，有意思。用我来讲古，笑破恁百度。用我来讲古，一日来一组。用我讲古，一系列阿妈吃麻油，老列。用我开讲，隆重推出，敬请期待。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，大家早起好。其他人锁定收听泉州广播电视台调频105.9，启动之声广播，每日早起七点到七点半，正咧为你播出的杨啊开讲是七点十三点，我是主持人杨啊，为就是咱直接上回。